军收河南河北，唐代安史之乱，诗人杜甫携家人蜀中避乱。要不要把车停下？杜夫人、老爷，孩子怕是饿了。哎，这荒郊野地的，哪里找食啊？没有吃的，哪怕能有口水也好啊。啊，说的也是啊。你们等一下，我去去就来。这是救命的水呀！哎，这下可好了，哎，孩子有救了。喂喂，出什么事了？叛军追过来了，快跑啊！快跑啊！算有个安家之处了，多亏朋友们的帮助啊！但愿早日平息叛贼，大家都能过上好日子了。消息有好消息了啊！哦，是陆兄有失远迎啊！
你说的是什么好消息啊？哎呀，官军在河南河北打了大胜仗，史思明的儿子兵败自缢了。啊啊！哎，子美，你没事吧？你怎么了？我是太高兴了，我真的太高兴了。老爷，听说官军在河南河北打了胜仗，是吗？老爷，我真高兴啊。是啊，官军已经收复河南河北了。啊，我们说妈妈，我们可以回家了，是吗？天下已定，百姓可以安居乐业了。来，我们进屋喝一杯，白日放歌须纵酒，青春作伴好还乡。来，干干！哎，背井离乡的日子终于可以结束了。啊，我们回家了。是吧？是啊，孩子们，我们可以回家了啊。子美兄，你们全家可以顺江而下，重返故乡了。既从巴峡穿巫峡，便下襄阳向洛阳。你这是喜出望外，脱口而出了一首好诗啊！啊，来，陆兄，咱们一口干了！来，干！闻官军收河南河北，剑外忽传收蓟北，初闻涕泪满衣裳。却看妻子愁何在，漫卷诗书喜欲狂。白日放歌须纵酒，青春作伴好还乡。即从巴峡穿巫峡，便下襄阳向洛阳。